这是安徽蹒跚三棵树庄园，那个是他这个庄园里面的花园。从进去以后，那个里边，这个今年啊，不会超过今年年底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艺术馆，叫张太沛极地摄影艺术馆。待会我们进去看看，现在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叫艺术馆吧，期待着开张。哦，已经有规模了。就这里面现在目前已经布展了，这个整个这个照片幅度，整个这个高度都已经确定了。本来的话是这个张老师啊是想下面放一幅，上面放一幅，后来公众讨论了以后的话呢，如果是上面再放一幅的话呢，就是说视角看上去啊远了。现在呢，这样看正好，人们到这来看，就是要看近距离看这种的技术相机拍了以后，它整个的细节是什么样的，才会很近的去看。这样就目的就好了。所以这挂的高度正好，矮了不行，高了也不行。张太沛极地摄影艺术馆啊，这个整个的现在目前布展的规格，上面灯吊起来了，上面格子啊，上面是这玻璃，自然光也能通透下来。哦，这是玻璃的，毛玻璃。它也不毛，是用材料，是一种半透明材料。上面的自然光，底下这个灯的话呢，就加强一些光，这里面光就够了。还在建设之，逐渐的完善之中。张老师估计什么时候能搞好呀？差不多还有半个月吧。啊，太好了。这个里面是一个交流空间，以后有桌子，有投影。讲座交流在这里面，那个张老师，比如说向晚也跟我讲，在这样我们公开讨论的一些方面，来，现在镜头回过头来，这样以后就有一个纱帘，这样就很通透。这边是搞讲座，这是张老师拍摄的。萨普神山大摄影，萨普神山是吧？这个是这样的，这是四川那边猫眼的吗？像猫眼的，第二个那个像那个，现在是全是了，你肯定去过啊，他肯定带你去。第一趟去没人去，我们俩去的没有人去的。南疆八百，这是联保叶泽嘛？好像联保叶泽门口的地方，我们去年夏秋天去的。啊，可以。我们这次不是在这？这是武曲海。这好像是武曲海的。这是武曲海。武曲海。对。我们上次随机的住飘到过的。这色达。色达。五明佛学院。学们全部撤到了。你也没看看。干嘛这么好的地方拆掉了？他我拍了，他没去，我又拍了，我去了以后把那个夜景是嘛，我拍了好几张。夜景啊。把那个正好车子开，我打了40秒、30秒了，怪整个那个车子转的全部都漂亮，好漂亮。这个是萨普神山。萨普神山吧。那么看看这个。这个好像是我自己。阿里马钦。对，我们俩去。这阿里马钦。阿里马钦第一次去拍的时候，我在。你看这个质感，你看这个质感。他后来。你看这个细节。他从这边过来了。你看看这个细节，所以必须有这种巨幅来拍。我那去的时候下雪，没看到。我去的也下雪，不懂，我们去过。十一月份。
啊，其实到现场来看，这才更加震撼。哎，这个我们去过这个。雅兴寺。啊。雅兴寺。啊，我没去过。